是马有冠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八场赛事三班千四米的路程大热暂时是一。好，你一开闸马有冠不快啊，咁啊缩咗喺后边起街龙绿色衫嘅。前面快嘅马精简最好出边啦，行云流水出边啦，最出仲有呢只城里所愿啊。咁啊外边位置抢上嚟第四，仲有只加州领域啊。内栏第五啡色衫咧就长长有，中间夹住紫色衫，仲有桃花城啊。再后边跟住个第七位就的爱自保，第八位骑紧粉红眼罩咧就美丽甜心响出边啊。内栏位置咁啊有呢只马有冠啦，大约七八位啦，蓝衫嘅。后边嗰五只中意宝啦，尾四紫色衫大众欢。尾三街运来，尾二就起街龙啊！暂时包尾是电子群星啊！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一对放内栏位置啊，精简最好啦。咁啊，拍住佢啊，城里所愿啦。第三位嘅马埋边就行运流水啦，蓝衫嘅出边加州领域走咗上去啊！咁啊，再见到第五位啦，要移出去啦，就长长有啦，拱埋只桃花城出去啦。咁啊，内栏七八位嘅马蓝衫咧，白鼻箍仲有马有冠啊，到拱出去外边嘅马有的爱自保啦。咁啊，最出嗰边仲有只街运来啊，涉内栏喎，起街龙啊，兜到。最后二百零米，前面就城里所愿斗紧埋边精简最好啊！长长有仔中间上紧嚟，加州领域亦都追啲，再喺后边嘅马仲有马有冠啊，大外档街运来啊！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马见到中间就系长长有，埋边位置就城里所愿啊！中档有马有冠，大外档仲有只街运来啊！接近终点长长有咧就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系马有冠啊！第三名有埋边嘅城里所愿，同埋出边嘅街运来咧就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只長長有，咁佢就休息一輪啊。咁當然前中段佢亦都係貼咗條欄啦，入直路攞出嚟中檔追嘅。咁啊，結果贏出呢場賽事，馬有冠就第二，第三名啊近噶，外邊十三號街運來，入邊紅衫係城里所願啊。咁啊有啊，长长有啊，十号马咁啊跑第一啦，波件事哦、啊。第二名咧就一号嘅马有冠啊，莫雷拉。第三名咧四号嘅城里所愿，周俊乐。第四名就十三号嘅佳运来，黎海荣。未都落飞啊，长长有十三倍喎、啊。嗯，同埋长长冇啦，咁贵啊，即刻赢俾你睇。入翻嚟啊，莎莎。八场赛事嘅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十号嘅长长有，同样派136蚊，位置派37.5。跑第二名一号嘅马有冠啦，位置派22.5。第三名系四号城里所愿，位置派47.5。跑第四名13号佳运来，连赢一搭十派472.5。三重彩10号、1号、4号顺序派20841蚊，单 T 派2738蚊，位置 Q 一搭十派151.5，四搭十派418蚊，一搭四派145蚊。啊！睇下张相啊，马有冠啊，咪攞翻第二，哇！转弯嘅泥头都几劲喎，嗯，踢起都几犀利。第三名咁啊，城里所愿攞翻第三啊，入边嗰只。三届嘅预计派彩胜出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16蚊。
啲衫啊变晒热门啦。我哋赢得成个半马位，长长有。但系嘉云来都追得几犀利喎，今日嗰啲位都好难可以扑到上嚟。系啊，真系好中心啊，四至六名嗰啲实扑上嚟嘅。阿 Win 今日真系 Win 啊！有一档早段都可以喺内栏嘅位置。都放得不慢啊，成利所愿都买得嚟二碟走回到嚟都有个第三，佢出咗嚟先噶啦，成嗰只精简组冇咗啊。四连环派12882元。四重彩十号、一号、四号、十三号顺序派284918元。波件事赢翻场啊！夹住容天鹏嘅马房都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今日啊！好，翻嚟福榜见到波件事咧，旁边就富联马师张汉威。巡台影片睇翻啦，一档啊呢个长长油一路都即系揽住条栏啦。起步佢又唔系最快嘅，出边嗰对黄黄地色衫嘅马快啲啦，精简最好。咁啊出边就成你所愿嘅，幸运流水真系跟马跑啊，但系翻到嚟咧就唔系太多嘅。咁啊中档位置就桃花城啦，内栏就长长油，出边啊加州领域嘅灰马咧就系嗰只的爱至宝，咁啊走外边咧就美丽甜心就唔系好够快喎，泥头都好劲啊。后边就马有冠啦、中意宝啦、佳运来啦、大众欢呼啦，包咗尾一对就起佳龙啦，同埋电子群星嘅。睇啲分段時間咧就唔快嘅，咁啊就係你睇嘅精簡最好啦。早段都騎到行嚟都頂嗰只成你所願咧，同埋你見馬群扯到咁散啦，應該都有個長嘢越嚟越慢噶。咁啊，所以你話嗰睇步速咧，應該屬於偏快步速嘅賽事嚟嘅。咁啊，依度嘅前面兩隻拍住鬥肥啦，入到直路就精簡最好就收工先嘅。咁啊，成你所願都捱到辛苦啦，嗰個 pace 嚇，咁啊都叫做勉強頂到。咁啊，掟出外檔咧就一隻灰馬賽行嗰只。不過衝落去咧就唔算話好勁，反而最出邊嗰只佳運來咧，大有一起咧，佢成日都即係講啲三三四四依啲位嘅嚇。莫雷拉馬有冠咧就都最後二百零四，如果出嚟望空嘅，咁望空咗之後都追得唔錯，都叫做交出水準。咁啊，起佳龍係都追近嘅，佢又成日都係起啲位翻嚟，即係得尷尬，硬係難贏。第八場賽事復榜完畢。维持 Q 一搭十派151.5，四搭十派418元，一搭四派145元。三甲方面胜出 A3， 其他栏门派16元。四连环派12882元。四重彩十号、一号、四号、十三号顺序派284918元。马步派彩头关八号，尾关十号派2448元。头关八号，尾关一号派187.5。今场分段时间，头段13秒45，第二段21秒56，第三段23秒43，末段时间24秒39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22秒83。